社区环保志工队哦，会当讲是社区环境维护的重要力量。但是，干那靠这志工点扫，阁无够哦。山西下个社区居民哦，黄基祖就真热心哦，逐工利用时间来摒扫这社区公园附近道路，展现主动自发的服务精神。社区环保志工运作的方式，通常拢是固定时间针对人员做伙拍拼，但是毕竟无法度逐工出勤，这个时阵就考验居民的爱护心加主动的行动力。山西下个社区的黄基祖，逐工利用有闲的时间到公园摒扫，临近马路的周边嘛拢是伊的范围，展现主动自发的精神。这是个人家己去主动的啦，唔是一个公部活动做的嘛。啊，即要靠大家啦！啊，我是拄啊用用啦，我唔叫人按倒来去做啦。啊，我是啊，我家己哦就副业了，啊，就扛个都来较人旁块先来做，芋头啦、水果啦，啊，啥物款啦，我拢有伫咧，哦，即算为社区来伫咧做啦。是是。哦，即唔是我嘛无达到啥无为啦，唔想有为不用啊，对无？黄基祖特别甲环保志工队的摒扫时间排开，逐工利用有闲的时间，尽一份心力，实践家己的心愿。啊，咱人每一个人拢爱付出啦，付出社区，哦，付出迄落社会，唔是整天的啦，有空的我就来啦。嗯，即每一个人当个人的习惯啦，我无闲啦，食即哦七八十号啦，七十外号啦，那定要搁创啊，活个外久啊，对无？对啊，咱有我当做做，啊，无当做，咱算啦，身体健康，行李也幸福嘛。无论是社区的环保志工，或者是像黄基祖安尼的居民，大家分工合作，弹性调配摒扫的时间，和下个社区的各个公园、马路时常维持清气整洁，居民主动自发的精神，让人非常钦佩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，陕西采访报道。